Robert 死了，酒店，问题一定出在酒店。有一家叫做什么银座什么的，一年多以前就遭人纵火。我们来干什么？来查案的，Robert 死了。想不到啊，干你们这一行的也有危险性嘛。干嘛？你真的决定留在台北吗？你好像不太愿意我留下来。阿诺在不在？阿诺啊？你不告诉我12月黄金价给多少？不太记得嘞，你真的在做期货吗？台北人都像你这么好奇吗？你父亲反对你们的婚姻不是没有道理，我曾经亲眼看到他从一家专营男性陪酒的酒店进出。你住口！我让你答应我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许碰别的女人。凶手的目标就是曾经待过银座酒店的所有女人。三哥，你急什么？要找个替死鬼，也要先烧过香啊！你自甘堕落，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。我希望你留一条路给我走。我就给你一条路走，不要盯着你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走。这真没有想到，总经理他太太居然会有外遇。你又要预支了？这就算了，欠你的钱全在这。李国家，今天输多少都算我的。走走走，把积蓄还给我。是你逼我赌的，你不赌谁逼你啊？你再啰嗦啊，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。快出去！你要做什么？你两天没有回来，才刚进门，你又要出去？我叫你不要问，你听不懂是不是？你烦不烦呐？兄弟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要生你的。我只是放心不下你。我知道，对不起，可能是我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。阿诺，你告诉我，你身上的这些伤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回来的时候，在路上遇到几个小流氓，没事的。阿诺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真的是在期货公司上班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难道你不相信我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你的生活很不正常。不要想那么多，我这么辛苦工作，还不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吗？你记不记得，我曾经承诺过半年之后要带着你衣锦还乡的回去，就为了这点，再辛苦也是值得的。你用不着这样，我只要你平安就好了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以后我下班马上就回来，天天陪你，好不好？阿诺，好，不要说了，去煮碗面吧，我肚子饿了。就是哦，这原本是 Robert 在用，不过前不久他死了，连生活的东西都来不及收，
我想你用这个柜子应该不介意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这样好了，我来的时候你去忙你的。OK， 这样也好，那我就在外面，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就叫我。啊，谢谢谢谢。昌哥已经撂下话了，这100万我非还不可。我看你只有在扯大姐掉了。这不可能的，之前我已经跟他掉了50万了。这件事我不想让他知道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吧。事到如今，我看你只有去找那个爱你那个要死的美如下手。美如，我已经跟他借了不少钱了，有什么好意思？不好意思。哎，你是白痴啊你！人家是心甘情愿的奉献，你还客气什么呢？我所谓打铁趁热，你不趁现在好好捞他一票，等他哪天看上了别人，还不照样当你是个屁？欢场无真爱，你了不了。志成，你怎么躲在这里偷听我们讲话？去赌钱，你跟我说来这里上班是为了不得已，你去赌钱？喂，你干什么你？哎，那是什么？没有我的事，没事没事。好，阿诺，我来这里就是要盯着你，你可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，啊！喂，阿诺，一个刚报到的菜鸟，竟然对你这么凶，你还这么容忍他？他谁啊？他是我朋友。嘿，你姐，好久不见了，你最近在忙什么啊？哎呀，还不是我那个死鬼老公。最近啊，盯我盯得好紧啊！那 Robert 死了，是真的、啊？哎，到这儿玩别听他不愉快的。Robert 不在，给你介绍个新人。真的、啊？哎，大姐，不如找阿成过来啊。哎，好啊。Rocky， 等着瞧吧，看我怎么整。这里呀、啊，快点，二哥给你。哦，这就来。快去啊！真有这么闲啊？你好，这是阿成。哎，阿成，坐，这是你姐。姐啊，好好招待她。走。哼，你就是阿成啊？哎呀，怎么才第一天上当，皇上就为眼前轰动了？哦，是吗？哎呀，这话呢可是别人说的，先试试看再说吧。来来来，考考你的酒量，喝了。多谢各位大姐照顾啊，今天我第一次上班，我敬大家。哎呦，不赖不赖，今晚就你陪我了啊。你当初进来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过你啦。干这一行啊，这种情形是难免会发生的嘛。大姐，这我知道。可是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，我这心理建设还没有完全嘛。那你要怎么办？人家都已经付了你的出场费啦。啊？那退回去行不行？或者是找个人代替嘛？你运气不好，要是别人呐、啊，我还可能帮得上忙。这个阿咪呀、啊，恐怕你得自己搞定哦。啊，是。顺便告诉你，来这种地方消费的女人有几种类型：有特种行业的啦，有互相捧场的啦，还有少数良家妇女、寂寞难挨的啦，还有一种啊，是黑社会老大的情妇。正巧啊。阿明是属于这种哦，谁都得罪不起他哦。就算我求你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黑社会老大的情妇啊。好吧，
我看呐、啊，他那种身材你也吃不消啦，就帮你一次吧。真的，大姐，谢谢你。不能再哭了，不行不行。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小山，快来帮忙啊！阿姐，你还好吧？不可能这个样子呢。我这脚和这腿要死了。怎么搞的？我要回家。啊！好好。哎，赶快架走了，不要弄到我衣服了。好好好，真是的，不会喝还要喝。快拿架子，小山啊，要不再送他回去啊？真的假的？是他，没错，我查过资料，是九月一号没有错。我们去明星宾馆临检，意外的就是 Robert， 那次是他第一次受到威胁。嗯，好。志成，你是不是查到什么？你们记不记得，当初 Robert 是在宾馆受到袭击，而我们也研判。这凶手一定是跟约 Robert 到宾馆的人有关系，没错，只是 Robert 一直不肯说出来那天约他的女客人到底是谁。可是我却在 Robert 的遗物中找到答案了，嗯。而这本笔记本详细的记载 Robert 的交易的时间跟地点，而那天晚上约 Robert 到宾馆的人叫阿咪，这个阿咪我昨天晚上已经见过了。阿咪，警察林姐，哎。我们根本查过这个人嘛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后来跟 Robert 上宾馆被我们查获的那个女的嘛。我当时问过她，可是她矢口否认曾经跟 Robert 约在明星宾馆的事。哦，她刻意隐瞒，心里一定有鬼。哎，那我们既然已经找到目标，还等什么？哎，不急不急不急，别忘了我们跟凶手几次近距离的接触，我们知道凶手是个男的嘛，啊？哎，或许凶手只是拿钱办事的职业杀手啊。花钱买凶手。这个代价可不小，更何况是一连三条人命。这三名出钱的人呢、啊，一定跟这三名死者有深仇大恨，才会不惜代价杀他们。嗯，这么看来 ，Robert 的死很可能跟酒店的是非恩怨有关。嗯，没错，你越是深入，越会了解那个地方的可怕。志成，这个案子你要多费点心，这次任务非比寻常，你要行事小心，注意自己的安全，有必要的话随时跟队部联络。我知道，阿丽姐，我敬你。上回我喝多了，失礼之处请多包涵，我先干为敬的。阿成啊，你不要又故技重施了，今天晚上你非得陪我喝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是滴酒不沾。大姐，买单，我带阿成出场。哦，哎，阿丽姐，我先找个地方跟我聊聊。好啊，我们找个宾馆，我陪你聊天啊。肚子饿了，我们吃个宵夜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进到房间里面，你要吃什么叫什么，我们边吃边聊，快点快点。对吧？哪家宾馆？明星嘛，你知道了吗？快来，不然我死定了。哎呦，何必急呢？你可以先轻松一下嘛，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少给我说风凉话。你要是来迟了，害我失身，我拼命！我告诉你，快点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撑着点，我马上到啊。这好看呢，阿成。
好看，来吧。不要不要。好看嘛，快点吧。不要看嘛，没什么好看的吧。讨厌。你要干嘛？哎呀，我花钱买你出场，你说我想干嘛呢？我们打个商量好不好？今天我们纯聊天，我免费奉陪，分文不收，只要不上床，什么都好商量嘛。啊！你有完没完呐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到底有没有好惹？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还想在武男圈里面混口饭吃的话，最好识相，要不然老娘啊，让你吃完兜着走。过来，过来啊！过来我就过去喽。阿明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这次你不能算是初犯了吧？我今天晚上的事情我们先不说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说谎？我没有说谎啊。我指的是9月1号你跟 Robert 约在明星宾馆的事情，这件事你还记得吧？上次我问你，你不肯承认，可是我们却在 Robert 的笔记本当中找出了真相，里面记载的非常清楚，你跟 Robert 约会的时间跟地点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 Robert 被杀是不是跟你有关？哎，警官，你不要乱说啊！我跟他无冤无仇，我干嘛要杀他啊？当晚 Robert 跟你约在宾馆，当时你却没有出现，进入 Robert 房间的是一个职业杀手，这一点你怎么解释？当晚 Robert 跟你约在宾馆，当时你却没有出现，进入 Robert 房间的是一个职业杀手，这一点你怎么解释？我不知道。哎，那天晚上我跟 Robert 约了，我有去啊，可是我没有看到他人呢。哎，我还等到天亮哦。睁眼说瞎话， Robert 是10点钟出事的，你去了，你人在什么地方？我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晚呢，我们是约错了时间，我跟他约12点，可是他却记错了，以为是10点。哎，第二天我们还为了这个事情争了半天。这么巧，约错了时间，杀手就来，你骗谁呀？是真的了，不相信你们可以问。哎呀。Robert 死了，我也问不了。死无对证，是不是？真的不是啦，你们相信我好不好？不然呢，你们可以去旅馆查那个住宿登记吗？我真的是12点才去的。李如，嗯，我有件事情想找你帮忙。什么事？你说啊。我有个朋友最近有栋房子要卖，如果跟他买的话呢，他可以低于市价很多卖给我。怎么，你该不会是想有一栋自己的房子金屋藏娇吧？要金屋藏娇，藏的也是你啊。我最近手头很紧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多少钱？头款还差100万。这么多钱呢？怎么有困难吗？我刚买了一部车给你，我现在手上没有这么多现金。那算了。干嘛？我又没说不帮你。
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有办法凑出来了？只好打我老公的主意了。只要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借口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内如，谢谢你，你真是对我太好了。你哦，下次要用钱要早点告诉我，知道吗？睡不着了，送我回去吧。最近我老公都是比我早到家，我很怕他会起疑心。不要忘记哦，晚上吃东西哦。怎么了？糟糕，他是我老公的朋友，他看到我了。老姜啊，你别寻我开心了。赶快帮我看看这份合约的内容有没有问题。晚上我约了客户，准备签约了。哎，老陶啊，您绿帽子都顶上天了，就顾着合约，你不要在那边胡说八道了，好不好？这美如怎么可能？哎，是我亲眼看见的，那个小白脸呢，搂着你老婆从宾馆走出来，然后还上了一步。江先生，请用茶。谢谢。哎，高小姐，麻烦你把签约的文件整理一下，晚上跟我走一趟。是总经理。我说老陶，您生意做这么大，结果连个老婆都看不住，这话传出去可难听了。哎，你到底说完了没有？我不相信有这种事情，可不可以啊？昨晚一定是你喝醉了，眼花了。我，好好好，啊，当我没说，就当我眼花好了。你的歌真的是唱的一级棒，没有话讲。来，我敬你，干杯！不，干杯！干杯！来哟，干杯！哎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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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萨萨提桑，我们的合约已经准备好了，请您过目。OK。提桑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，谢谢，谢谢。OK OK。我已经签好了，你们要怎么放开我？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回到家？总经理，我看你今天晚上都一直打电话，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了？有些话我不晓得该不该说。没关系，你说。以我这几天的观察，我觉得你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事业上，是不是相对的你也会忽略你的家庭？你到底想说些什么？下午江老板在你办公室说的那件事，你听到了？你知道些什么？我不能确定，不过我确实亲眼见过总经理夫人被一个男的送回家。被一个男的送回家？你为什么从来没跟我提过？我原先以为我只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，以我的身份，我想我是不应该去说这些闲言闲语，以免会造成你们夫妻之间的嫌隙。可是我看了你今天晚上的反应，至少我可以确定，你一定是很在乎你太太的。我跟她从恋爱到结婚，已经快十年了。我怎么可能不在乎她呢？你以为我每天喜欢在外面花天酒地、不醉不归？我之所以会这么做，还不是想为了提供给她更好、更优越的生活条件。Thank you.
果他是因为我忙碌的工作而在外面乱跑，那他就实在是太对不起我了。总经理，好了，什么都不用再说了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或许我是有我的束缚，不过我绝不能接受我的太太找任何的理由在外面搞三年期。一旦被我证实，我是绝不会原谅她的。我查过住房登记了，阿咪的确在9月1号晚上12点左右住进宾馆。这并不能代表什么，约束时间可以故意安排啊，目的就是为了日后脱罪嘛。没错，尤其他最初不肯承认，光这一点呢，更加深他的罪嫌。他当初会不肯承认，或许只是单纯的隐瞒，毕竟张南京并不是光彩的事啊。难道你认为他跟这件案子没有关系吗？我并没有这么说，我只是觉得这中间有很多疑点需要澄清的，譬如说他们两个之间为什么会约错时间，还有为什么凶手会在这时候出现呢？这么急着走，不带我进厂。算了吧，你难道没有别的女人要应付吗？那个不重要，你知道，如果你需要我，我是你的 7-11。你不怕惹祸上身啊？ Robert 的死，你不是紧张了好一阵子？ Robert 死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谁知道？反正他的死呢，是由于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所引起的。你别忘了，我也跟他上过床啊。哼，你扯得还真够远。我听说过有两个男的为女人拼得你死我活，从来也没有听说有女人为我们这种行业的男人争风吃醋而杀人。最毒妇人心，难道你不怕？怕。如果凶手像你这么明艳动人，我死都无怨无悔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不是吗？好，我也该上班了。既然你不带我进厂，那我送你一程吧。等我，换件衣服马上好。待过的店，不过被人放了把火烧了。这么火啊？为什么？别提了，都一年多的事。知道你在外面所做的事，我也可以容忍，但是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。那这是100万。谢谢你，美如。阿诺，这些钱是我瞒着我老公提出来的，
供你需要，你可不许辜负我。你放心好了，我怎么会是这种人呢？你要信不过我的话，这钱我不要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了，你看，好吧，我现在陪你去把钱付了，顺便看看你房子长什么样。啊？哦，我还有事，改天好了。这样好了，晚上你到豪帅，我再陪你。好吧，那我只好自己打发时间了。大仙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来找华芳的。请进，顺便把门带上。美如，你来了，先坐一会儿，我陪你进去。不必了，别聊太久。你又提100万给他？是啊，他有急用，我总不能不理他吧？美如，你要想清楚啊，他只有你说的这么好。值得你为他付出这么多吗？我认为值得。华芳，我认识阿诺以后才发现我曾经有多土，不过现在不同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段时间我变得好开朗了。是吗？这么说你要感谢我这大媒人咯。美如，说实话，我当初带你去那种地方纯粹只是想让你开开眼界，见见世面了，总比你成天关在家里要好些。玩玩可以，但是我不想让你一头栽进去，爬不起来喽。我知道，那你呢？你难道这么有把握能屈能伸？我跟你不同哎，你别忘了，我是从声色场所中走出来的。当初我陪男人喝酒。现在我找男人陪我，你还怕我搞不清楚方向啊？说到这儿，华芳，你既然已经决定从良了，而且还嫁一个这么好的老公，你为什么要放纵自己，留人在那种场合呢？你是说我不安于世啊？嫁给了这样的老公，不找个方式麻痹自己行吗？不要，不，太好了，来，再来，啊，好，再来一张，要，好，这银锭的，正点的，来了，正当18点，对，来了，张丽，张丽，哎呀，哎呀，坐下来了，对对对。怎么不玩两把？哦，不玩不玩了，把钱还给他昌哥，拿钱。没有提你啊，其他通杀。昌哥现在不在吗？你闲着也是闲着，玩两把。下下下，不玩了。不会送给谁啊？一封印的，再来。怎么，这么快就认输了？真的不再试试？欠那么多钱，这全都是你害的。喂，我也没想到你会那么背啊！100万还不清就算了，现在还变本加厉。我现在欠了200万，我到哪里去凑那200万呢？哎呀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想开点不就是了？只指你个头啊！我真是交友不慎。喂，好好好，算我不对，可以了吧？走，跟我回酒店去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有美如在，你还担心什么？走，我今晚不上班了。我先吃药，回去好好睡个觉。阿诺，阿诺，俊，你今天没应酬啊？怎么？你巴不得我天天的应酬，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回来？不是，我。嘘。
去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拿老师拿华芳当挡箭牌，他是什么底细，我清楚得很。而且，你在外面那些狗所找到的事情，我全都知道。听到外面什么？不是，你千万别听别人胡说八道。我亲眼看见，你还赖不掉吗？你说，我户头里为什么少了那么多钱？银行门口的男的是干什么的？你是不是跟他上过床？你说呀，你拿我的钱去养小白脸，你贱人！哎呀，走！我是没日没夜的辛苦，到底我有哪一点对你不好？你为什么这么不安于世啊？君爷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再见到你，你给我滚，滚，滚！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没事。阿诺，你记不记得上次我跟你提过我们老板娘有外遇的事？只是包不住火的，没想到她跟一个男的上宾馆，居然被我们老板的一个朋友撞个正着。哎，啊，这么说你们老板知道了？嗯，看得出来他受了蛮大的刺激，这也难怪，老婆在外面偷情，我想谁都不能忍受的。谁抠你啊？你不回吗？不重要，无所谓了。难得你今天晚上在家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去做。随便，什么都好。我看你还是先回个电话吧。无所谓了。哎，你不是要去做饭吗？快去吧，我饿坏了。嗯。喂，是我。阿诺，你今天怎么去上班？还好我先打电话到酒店去问过。我有事没去，不好意思啊。我现在广明百货三楼的咖啡厅，你马上过来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。现在？有什么话明天说不行吗？不行，我今天非得跟你见面不可。你现在就来，我等你，不见不散哦。喂，喂，美如，阿诺，你可来了。到底什么事啊？找我找那么急。
我跟我先吵架了。你跟你先吵架了，该不会是？我们的事情他都知道了，他还跟踪我。那天我到银行提钱去给你，他全都看到了。那他？阿诺，我现在已经六神无主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你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？你先别急，我们可以从长计议。小姐，他就是你的执事，你是他怀孕的对象，你们，我是他女朋友，而且我们早就论及婚嫁。你说什么？你说，那天我在走进你家的附近看到的那个男的，根本就是你，是不是？吴成，吴成是他送你的，对不对？你给我解释。你不要解释。志成说的没错，你根本是一个舞男。心里请你相信我，我有我的苦衷。你住口！阿母，现在终于知道，你原本一直在骗我。我恨你。经理，阿诺，被你欺骗的人还真不少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就不肯相信。我怎么也没想到阿诺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不顾一切一个人到台北来找他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？我想他是真的想要有一番作为，可惜方法错了。我从来都不期望他有多大的成就，我只希望能够跟他两个人快快乐乐的相处在一起。难道他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吗？他如果能够像你这么豁达就好了。在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中生存，真正能够克服名利欲望的人毕竟是有限。你也别难过了，我看这样子好了，找个时间我替你约他出来，大家当面讲清楚。如果他真的爱你的话，应该不会不在乎你的感受，怎么样？我想还是暂时不要。发生了这些事情，我还真不知道要怎么去看待他。也好，你趁这个机会好好的冷静想一想。哪里弄来那么多钱呢、啊？反正我跟俊宇已经恩断义绝了，我变卖了他所有的股票。快拜拜！等一下，我再加5000万，我4A，除非你是同花顺。很抱歉，被你猜中了，我正是同花顺。酒店人都知道你跟 Rocky 是……我告诉你，他想活得久一点，最好就离我远些。5000万呢？我给你200万，你还了就算了嘛。你为什么要去赌呢？你被他赌一文不剩，你才甘心啊？输了你的钱，我很抱歉。我想，我也没有能力还给你。趁现在还来得及，你回家吧。只要你肯回头，我相信你先生会愿意给你个机会。怕自己太
投入，故意迷迷糊糊，喜怒哀乐都要我替你做主。有些无处，有些倾吐，你要说清楚。